图 PAPB 均与圆 O 相切，角 P 为直角 ，AB 通过圆心 O， 且 PA 等于三 ，PB 等于四，则圆 O 的半径为多少？好，他说 PAPB 与圆 O 相切，所以圆心到切点会垂直。然后这个给它代号 D 跟 E，O 柱跟 O 一的半径是 R， 画一个角平分线，然后算三角形的面积。所以 AP 是 3， BP 是 4， 3乘上4除以2会等于 3R 除2加上 4R 除以2全部把它消掉，所以12会等于 7R， R 等于七分之十二，答案就是 C。